别看没有荤油，没有肉啊，吃起来非常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的是素白菜水饺，来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先把面和一下啊，面里呢少加上一点盐啊，这样。一斤面，五两半水，五两六的水都可以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和成大面絮状，上下拌一下啊，里头没有干面了，这样啊，然后再用这个拳头怼挤压，然后呢这么揉啊，卷圈这么揉，揉成圆形的面团，让它尽量光滑一点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就这样，有点包包愣愣的，醒放10分钟啊，再揉一遍，最好揉3遍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呢讲一下这个白菜馅啊。这个白菜最好呢是把它一摞一摞的摞好，这样切切馅，切馅呢会这个比较规范啊，都是小方丁，你要是剁呢，它有非常碎的那个小颗粒啊，白菜呢就发财了啊，口感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讲的呢是如何制这个馅儿啊，馅儿要做好，颗粒呢还不能过大。加入盐啊，盐不要加太多啊，你加多了都腌到里面去了，这个菜呢主料啊就咸了。刷上个3至4分钟就可以，然后呢用清水头洗两遍，一转哎就好了。这个胡萝卜多啊，我不能都放里，这个呢是切成3至4毫米厚的片就可以，然后切丝儿。这个呢胡萝卜呢在这里主要是配味道啊，因为你这个素菜，这个素菜吧就吃白菜的鲜不可以啊，也用胡萝卜呢调节一下这味儿。都知道胡萝卜啊稍微有点甜，这个甜呢在这里呢下锅一煸炒，口味非常鲜的那种感觉，和白菜非常搭，还有这个香菇啊。接下来看一下啊，这样切，这个不要洗啊，也不要打叉，就是直接下锅炒，炒出来这个味道才漂亮。香菇呢切成筷子头丁啊，也就是说半公分大小的丁，这都可以啊，确切的说就是半公分大小的丁。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葱啊，这个葱呢素馅啊，就要多放点葱啊，用它来调味增香。把葱呢先切成劈柴块啊，横刀切，把姜切成末啊，不要看这是素的馅啊，必须要放姜。放到这儿再用。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菜杀到什么程度，看一下啊，来这样就可以啊。先用水呢头洗一遍，哎，这是第一遍，需要2遍。朋友们看啊，这是2遍，再洗一下啊，这个盐味基本上就没了。放到这个纱布上，在这里头呢拧水，好往出拧啊，一转水就出来了。不要转得太干啊，
哎，这样就行。这个和打疮呢是截然不同的。打疮呢吃这个菜呢比较柔软那种脆啊，这个属于脆口。一两油，放入葱姜，炒出香味儿啊，加入十三香，加入配料开始炒。炒呢要求呢把它炒熟，炒至捣棱啊。你们看啊，现在呢炒至三分钟，现在呢加入黄酒，给大火。酱油不要多啊，像我这个呢搁了25克啊，这你就不炒了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馅儿一会儿马上就要加盐啊。接下来的步骤呢，咱们是要把这个面呢陷下去啊，这个油了三遍啊，行了三遍，油了三遍。现在呢是这样干活也行的啊，看一下，用刀这样切开，用手稍转一转就是圆形的了啊，然后呢在面板上再搓一下，哎，看这样非常简单，几下就熟练了啊。过去要是果蝇饭店呢，就是一斤面60个饺子，那相当大了啊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忌口呢朝上，一个朝下，哎，这一样它是圆的啊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皮儿擀的标准一点，哎，下个活就好干，是吧？接下来我们开始调这个馅儿，盐还必须要加，还不少呢啊哈。再加上鸡精，先拌一下，最好现在把油加啊，把油加了。好了，上下搅拌一下。这个炒这个配料的时候，里面要加酱油啊。现在呢，再别往里放了啊。把这个皮儿的1/3放到这个盘子下面啊，然后往里打馅儿，哎，压一压。压完以后呢，可以这样啊。俩手啊，这样配合，这么捏一下，这么捏一下啊，咱不会包的，这样，第二步这么一挤，出来也挺好看，是吧？就是包的慢一点啊，要是通常的呢，是这样，哎，这么一合，和那个形是一样的啊。第三种。啊，这是我们老家的包法，这个形，然后合上，这么一挤，挤完以后呢，它拽一下啊，上面没有死褶啊，没有死褶，边非常薄，这种吃的是最科学的啊，入口没有死气儿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，开锅了。哎，这个素饺子好煮啊，你看下锅就飘下来啊，搅动起来，大致呢1分半钟至2分钟开上来就可以。朋友们看啊，现在开上来了，这么滚开1分钟啊就可以了，马上用嘴呢给它点下去，别把饺子煮拌了啊，很正常，就煮拌，哎，别马上开上锅。来，朋友们啊，看一下，来个特写，看看这饺子溜鼓溜鼓的，哎，用这个勺子一压一个坑，一拿就弹下来，这就熟了。好嘞，
来，朋友们看一看啊，这个饺子这个馅啊非常棒的，别看没有荤油没有肉啊，吃下非常鲜，蘸点老陈醋，醋里呢少放点香油，调馅儿的时候呢也可以放点香油啊。好了，今天呢饺子就分享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呢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